主刀医生什么时候能来呀？哎，赶紧手术吧。崔世佳，潘阳，你这怎么了？我阑尾炎手术。哦，没想到咱俩离婚三年了，竟然能在这儿遇见哈。我也没想到我会在这儿遇见你。嗯，来吧，手术吧。好，给他麻醉。哎，等会儿，不用麻醉。 我比你了解他，他可坚强了。当年我们俩离婚的时候，他一滴眼泪都没掉过。不是医生，这点疼，还能挺住。但是这手术不麻醉不合适啊。对，不合适。不合适吗？不合适。哎，对了，王蕊，你是来实习的吧？是，我今天第一次进手术室。那你以前碰过刀吗？手术刀一次都没有。太好了，这台手术交给你了。交给我啊？不行啊，王姐。不是，我不敢啊，潘医生。不行，不行。你就是随便看着拿。 随便了，我不敢看呀。闭眼睛吗？眼睛，那我敢。快闭眼睛！我相信你。不是医生，不能通报四周。哎，海洋，海洋。